政壇消息来看，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今仔日宣布，明仔载开始请假，明仔载要为屏东的垦丁出发，正式来展开选举的行程，要来拼总统的大选，而且来唱一条歌，我即卖要出征来展现气势。同这个时间，民进党团嘛开记者会，爱韩国瑜请假这三个月薪水先来交国库。正式要宣布，要开始请假，投入总统大选。高雄市长韩国瑜结束市政会议以后，宣布要请无薪假，搁唱一条歌。当敌人不来欺负我，怎会离开你？但我会每个人民的我是你要就应该要你。几摆支持者透早就集合伫凤山行政中心的一楼，为韩市长加油。政府伫现场加派人力，造势选总统。民进党团开记者会，爱韩国瑜请假三个月薪水先调回国库嘛，无准假。原来我们的市长只在乎他请假能不能领到钱。之前不管安怎问，支持者拢知影韩国瑜请假后就要下乡行透透，但要对媒体，不管是竞选办公室还是市长，拢无加讲。会依他的一个工作天，然后这个口型，大概会扣到这个50几天。人事处强调讲，市长春的暑假扣完了后，就会扣薪水，嘛未领特资费，一切拢依照规定办理。